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去信义区的圣诞市集，它只有为期几天而已，所以你们看到影片的时候，基本上已经没有了。但还是带你们去感受一下那边的氛围啦。就是香堤大道的圣诞市集，今天是礼拜天，所以人超级多的。这一次的圣诞市集是由法国的一个协会去举办的，所以会有很多欧洲的东西，来自欧洲各地的食物，还有一些酒的部分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还是觉得应该要去欧洲体验一下圣诞的市集，会比这边热闹更多吧。哦，这里是匈牙利的办事处。那放的话，基本上都还是可以放。那不要放草木，匈牙利会是最干净。匈牙利葡萄酒，欢迎收看到。还有一些马卡龙，波兰台北办事处，很多瓷器吗？是瓷器吗？给你们看究竟有多少人，超级多的。Return， 这是我看的第二次。会哭吗？等一下，可能要看个人有没有被感触到。我们等一下要看三个小时，然后今天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活动。是的，等一下再公布一下。没错，拭目以待，很精彩哦。对，待会见，拜。建中这边好像有好吃的咖喱饭，但我们没办法。五点多，耶、yeah, ！看完了， yeah. 哭得要死，好好看。我也有差点哭出来、欸。我结局都已经快把婚礼的场景全部背起来了、欸。他是说每一场的结局都会不一样，他会轮流。其中有一个女演员，她眼泪滴下来，真的是往地上滴，好强哦！我真的一度怀疑她是不是拿什么。就是滴管在人工泪液，还是那句 slogan， 那句 slogan 真的，生命中的缺憾，生命中的缺憾会引领你到该去的地方，这句真的很感人。对，但今年是全新十周年卡斯版本，超漂亮的。对，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来看看。没错。那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菜单。你要帮我服务是不是？对，帮我服务一下。然后最后一点，然后介绍我单身，然后现在请他开放 IG 追踪。那很多人抢了，那抢不到。没有了。耶！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不醉不归。今天晚上要来交换礼物，超紧张的。他雅的是我的，不知道我们大家会换到什么。耶！今天是圣诞节烂礼物交换主题。那我们就要比谁的礼物最烂，看谁的最实用但最烂。谁的？然后我怕收到卫生纸哦。这个我也不要，不好挑哦。你怎么都不要？就是最好。不要跟我讲是锅里吧巧克力啊，就是钢笔耶。我觉得这是水果。什么水果礼盒？这东西比水果礼盒。真的，它用水果礼盒。请期待，没人意外。礼物的主人要来解释一下 okay, 这个礼物的意义是什么，为什么要送这个礼物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抽了。啊，新疆的蓝眼睛好热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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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以，我觉得你比的是好的，不够烂，我觉得现在目前是送的最不烂的，怎么会？现在是最后一名，怎么会？
小型电风扇。微波炉。一定是加帮我盘子是不是？各位隆重介绍，这是68格林机关枪的泡泡枪。你现在是最后一名，你现在是最后一名，阿修，三号，谁抽到三号？介绍一下，这个东西呢，猜，我在交换礼物的时候绝对不想要拿到它。OK， 我猜，我觉得我抽到不好的，但是它很实用，而且它有杯子，纪念意义，还有卡片，是有卡片，来，我来拿出我的。是有我们照片的杯子，对，完全小心小心，它是变温马克杯。好啊，我知道，这不错啊，这很烂吧？我觉得还不错哎。但你要加热水，还你要加加热水？会有我们的照片吗？现在加，我们的照片出来了。哇，这个好美哦！哎，这很棒，还不错哎。哎，很棒啊。这个真的很棒哎、欸欸！我真心觉得很喜欢这个礼物，而且我还有一个手写卡片。重点是那个手写卡片根本不知道写给谁，所以是一个一串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的。通稿卡吗？通稿卡，好感人。我觉得卡片不错。我也觉得他很烂。他抽到他的。哎，你们为什么这么烂？我写的卡片是什么？不错 ，USB 吗？它是一个 USB 的延长线。这不错啊。USB 延长 USB。超烂。你知道，人生在你无法选择的时候，你就会得到一个 USB 加 USB 的延长线。而且它可以延长，很短。它不止短就算了，这卡片写的也很短。这个东西设计出来到底要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这太烂了。这东西谁要买啊？USB 还有延长一张，看就不是好货。感觉很烂。牙刷套组，好干。这个东西。这个有在金额内吗？然后我告诉你，这个是30块吧，超烂。我觉得这是最烂的，这个比这个还烂，很烂吧？这个很烂，这不是你烂烂礼物吗？对，这个蛮有创意的，这个烂，哎，可是这个烂到，哎，这个很实用哎，还不错，就符合我质感的东西。其实很简单，你可以打开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还蛮适合。是什么？对，然后会便利贴吗？水果醋，是醋，就是今天以后可以天天吃醋。谢谢，太棒了，身体健康不错。这到底是什么祝福词啊？我也在纳闷，到底是要笑着接受还是哭着接受？我觉得还不错，这还不错。对啊，这还不错。其实它具有就是我的礼物吗？没错，这个感觉不会烂哎，这感觉会太好。计划想要给喜欢写字。喜欢写字，完了我自嘲。又感觉不想写字。哇，哎，这班的人很美耶！哇塞！啊，谢谢，这是干嘛用的？这个是用的，这个超好的。干这我好想要哦。这太好了吧？这个我要面交换礼物，再交换你喜欢吃。我不要你的牙膏，所以对你来说不实用，不太实用。满分。没关系，我从今天开始练字。还有最后一个，太好了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这是谁的？我的，平常都会用得到，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会拿它装一些东西。酒精喷瓶。啊，盒子，保鲜盒，也不错啦。保鲜盒不错啊，可以实用，但是也太小了吧？要装什么？装一颗蛋吗？所以才说是实用的烂礼物，不是自己说要买烂礼物。对啊，不是说要实用烂礼物。不是啊，不是吗？实用吗？烂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真的觉得你的礼物。这到底是什么了？我要抢到三次。我真的是最幸运的。所有人来用你的手指选出你们今天心中最烂的礼物。还要选吗？还要选吗？三十。哇，这到底什么东西？公投的。给我讲清楚。我现在竟然没花钱，这两个从家里拿的，然后这个跟公司拿。提供给大家做一个礼物的参考。对，有参考价值吗？